中圣经学院要开播了。空中圣经学院是上帝感动中华福音神学院跟好消息电视台，把最好的学者，把最好的牧者，华神最好的校友累积起来，最好的灵性的人能够按圣经一卷一卷的把属灵的菜来帮助所有华人的教会当中的传道人、平信徒领袖。空中圣经学院成为你自己被上帝所用、有影响力的神的儿女。